我操，平底杆拉！补他，补他，对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哦，嘿嘿嘿，等他先补两枪，我大狙补不行，大狙补不动，大狙起码也得被补一枪，我的才好。哦，他跑毒了，完了，这个应该就是个挂了。这个 V 哥，右边至少还有两个，他这个人一个。右边如果是三个的话，就一打一打三。他跑毒了。应该是个歪瓜，没有问，没有毛病。这个圈儿拿狙呗，喷子感觉没用。我 P90 一样，就拿这个 98K 吧，爆他妈的！死了，一打三，那其实可以不用带狙。那既然拿了就拿了，拿路拿了，他们会摸过来的。好，这一局。不跟他们磨叽。没子弹了，操！没子弹的，要不然他直接死我了，不然直接死了。这就完成单人失败竞技模式，22刷世界，32刷世界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呀，兄弟们，直接完成30刷世界，兄弟们，帅呀！刚刚看到有兄弟问了说主播，我也不想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呢？主播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加一下屏幕上面的微信，兄弟们，大家不想玩的吃鸡账号可以加一下屏幕上面的微信，兄弟们，我们这边呢全网最高价售号，兄弟们，大家不想玩的吃鸡账号可以加屏幕上方找我们换笔呀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呀，挂卷，觉得幼稚牛逼的，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，可以办一张卡，整个粉丝牌，帮主播过一过办卡任务，兄弟们，不会吃瓦机没有办卡吧，兄弟们？姜子吃鸡不会没有一张办卡吧，兄弟们？不会没有办卡吧，兄弟们？我这样吃鸡，兄弟们。